嗨，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 Gino。好，那我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课程。好，那今天我们会比较倾向于在这个 Facebook 还有 Line 的这样的一个的整合性的这样的运作，然后我们来从这边来得到我们想要的这个客户名单，然后通常我们一般大家在做生意的状况下都会直接想办法推广自己的生意，自己的产品，自己的项目，甚至自己的店面或者自己的任何东西，包括自己。好，可是呢，常常我们有时候忽略了大家想要看什么。其实没有人喜欢广告，好，可是呢，我们又要以广告的模式让大家注意到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吊诡的地方，所以大家通通都在研究如何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而且在一个不干扰到对方的状况下。好，那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社群都有这种机制，就是防干扰的这种机制。好，所以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推广，就算已经是一个财富500强的上市公司，你今天只要下来做了推广，然后是影响到别人的 Facebook 账，或者是 Google， 或者是 Line， 微信一样要把你封锁掉。哦，所以常常我们碰到这种账号被封锁，那就所有社群小编最头痛的问题。好，那各位现在想要在这个网络时代，我们都站得住脚，首先这一关就要过去。好，那我们过去教了很多种基本的，我直接拿我们的这个广告链接然后来推广。好，这一个大家我相信都做得非常熟，我们今天来进阶做一些灵活的变化。 OK， 好，那我们呢，今天我要来为各位介绍一个比较不同的。好，那这个是结合我们有一个专案叫做5把钥匙。好，这5把钥匙基本上就是用一个活动的方式来带着大家来一步一步认识我们的这个8AM8。好，那这个5把钥匙其实整个画面做得非常棒，非常吸引人。哦，但是呢，常常我们在推的时候有时候过于推广，哦，那所以大家看了，连续看半个月、一个月之后，你熟悉了，可能你就感觉，哎，怎么没效果？哦，所以呢，任何东西，我好像在上个月我们有讲过，任何的行销都要比快比梗。哦，所谓的快就是你速度要快，比梗就是你要创意。哦，那个创意有时候呈现在图片上、影片上或者文字上。好，那今天我为各位介绍就是一个文字加影片。好，我相信现在要大家来做一个影片，好，甚至拍一个广告，那个困难性大家非常大。但是我相信在座也有很多很厉害的。对，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就以大部分的遇到状况来讲。好。那今天既然我没有办法做影片，影片又是最散播力最大，而且大家在看的时候一定就会定着看。好，以这样的一个特质，一般的影片都是几分钟嘛，对，那在这几分钟之内呢，很有可能就会看到上面或是的东西。好，那假如说你再厉害一点，你可以做影片编辑，把上面这些话当作跑马灯，但是就可以在这个影片上面游走。哦，那你只要把影片推广出去，还会有很多人把你影片推广出去做病毒式的散播。好，那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先从自己开始。OK， 好，那我们今天从最简单的，就是今天早上我写了一个小小的这个任务，1月4号嘛，今天嘛，好，过关立即赚50美金。哦，讲得很清楚明白，然后有一个有四个步骤。好，所以
也很简单嘛，大家一目了然，基本上要看懂这个讯息，大家花不到十秒钟就看懂了。然后大家看完这个讯息就会点这连接。好，那点这连接进去之后呢，哦，假如说你是电脑版，你就需要拿你的手机，你开启你的 LINE， 然后来扫这个二维码 QR code， 然后就会进去到我们活动的这个页面。那今天我们由于我们是用 LINE 来介绍，同样的东西，同样的步骤，你也可以摆在你的微信公众号。好，那这以后我们会专门来介绍微信。好，那用这个方法呢，你扫进去之后，好，你就会进入到一个，好，你就会进入到这个画面。好，这个也是今天早上我设计出来的一个方法。那这一个方法其实就是我在那个我们的 这一次的这个讲座不是有讲如何让你的这个 LINE 成为你的自动推广小秘书，好，然后让 LINE 成为你的鱼池。好，那所以顾名思义，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地方从各个地方啊，比如说 Facebook， 从任何的社群，好，引导你的名单进来到这个地方。好，那进来之后呢，他们会开始想，那我不过五关，我要怎么过？好，那所以一进来之后呢，他们会，好，我们这边可以设定这自动模式。好 ，Line A， 我们课程也有教，你们可以去那个教育网上面把这堂课再拿出来学一学。好，在自动回应模式这边有一个设为好友的欢迎讯息，这边点进去。好，所以当这些人进来，好，看到 Facebook 上面的这个任务的时候，他们点击进来，一加为好友，他就会立刻收到这两个讯息。好，这讯息很简单，但我这里没办法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好，你的任务即将开始，好，请点击索取通关密码。OK， 那做一些这个小符号啊，来加强这一段话。OK， 要不然都是文字，很多人一眼就扫过，然后等于没有看。所以加一些小小的这个图像，小小的小标志，好，然后呢，这里就是他们要点的连接。那这连接点了去哪里？我们来看一下，这连接点了就来参加获得五把星耀，对不对？对，原来我们是直接推广这五把金钥，对不对？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式，我们让大家来参加，好像一个小活动，一个小任务。OK， 然后这小任务你也设计的俏皮一点啊，我放了这扑克牌的这些符号嘛，有代表几个他们要做的步骤。所以第一关就是点进入这个 LINE 的活动画面。那在台湾，大家对看到 LINE 有一个抗拒不了的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一个有一种魔力，反正看到 LINE 大家就会很想进去，不知道为什么。其实看到 Facebook 也会，但是看到 LINE 好像快要比 Facebook 再强烈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可是 LINE 对我们行销来讲，其实是一个很难做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完全封闭的系统，你必须要想办法把人从别的地方找进来。可是 LINE 它的好处是，你一旦找进来之后呢，它就可以变成你的自动系统。好，第一个加为好友，你立刻就跟他讲他要什么东西，这第一步，你都不用去管他，他就跟你讲，哎，这步是什么？好，当他看到这一页之前，他已经加你好友，所以这又满足了我们刚刚讲到可以成为你的鱼池，你就把人不断的往这边引导进来。
每一个礼拜换一次任务，对啊，好，好，好，那设为好友欢迎讯息很重要，所以一定要设 ，OK， 然后呢，这边一对一讯息关掉之后，好。你还可以设定、比如说有人问你问题，这边设关键字、比如说如何，反正、我用手机来打，反正你就去设想一下大家会问什么，或者你先自己定一下，你把大家问的问题统计一下，然后你把一些关键字摆进来。好，然后如何得$50？好，或者是$50，$50。好，或者是你再想一下还有什么？如何赚？好，或者还有你好，哦，有很多人会一进来觉得莫名其妙，他说：“哎，先问你嗨你好，或者嗨。”哦，当然了，这些应该要设另外一个关键字的。哦，好，那当我们这个大家进来这页面之后，有人开始发问。哦，然后你那时候你又不在 LINE 上，那你就必须靠一个自动回应。OK， 那我这边要打入一些回应的字。嗨，你好。哦，我正在派对闯关中。稍后回你，稍后回你。好，也许你可先看我的主页。还有很多精彩任务，任务与资讯，快按一下右上角。OK， 所以当我们收到这几个关键字的询问的时候，哦，不要忘了按储存哦，储存了那这个就都有。好，当你收到这几个关键字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回复那些问讯息。OK， 好，那这个自动回复讯息，你可以多做设计。好，这可以多做设计。那这个未来有机会再详细的介绍。好，我看到有些人他 一
一规划就是规划了一两个礼拜的进食。哦，其实花些脑筋。好，那这样的一个系统啊，其实大家都应该可以来操作。然后呢，你目前以免费来讲，一个月有1000封讯息的使用量，它是不收费的。然后你每个月可以发10篇你的内容。哦，其实这个 LINE APP 其实蛮好用的。好，然后你上面可以办各种活动。好，比如说到这个小房子嘛，哦，这是之前试验的时候抽的第一次，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去管它，哎，我后来想，哎，其实可以用这个来当做我们的鱼池，把鱼先引导进来，哦，不是，把名单先引导到这边，哦，引导到这边，其实大家看 LINE 信息会比他们开 email 或者是开简讯还来得更踊跃，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让你跟大家建立那种信任感，哦，甚至权威感，哦，所以这边人一旦引导进来之后，你要好好记，哦，不要杀鸡取卵，哦，你经营到一段时间，他对你产生信任，你要跟他讲什么，你要讲什么，你去做，哦，那个时候会更好 ，OK， 好，那我们在这个 Facebook 或者任何的社群或者是甚至在微信，我们应该怎么样把人引导进来？好，那我今天再花一点点时间来为各位介绍。其实啊，我们发觉我们常常疯狂的贴很多的时候，就会被警告，对不对？好，那这个全世界的小编都碰到这样的问题。好，所以基本上任何小编都有好多的账号。好，那很多新账号一设立好之后，麻烦你把它做的跟一个真人一样，然后养它两个礼拜，你就发这些不痛不痒的，哦，一些心灵成长啊、健康啊、娱乐资讯啊、哪个明星啊、八卦啊，这些都好，然后上传照片，好，哦，生活照片，好，两个礼拜之后你再开始做你要做的这种推广，好，这样你的这个你心好不容易申请好账号才可以被保存下来，好，然后后面也比较不会有问题。然后呢，我们要推广，好，我们推广一定要很灵活。我现在跟各位介绍一个方法，好，比如说我们先去一个比较知名的地方。好，比如在网络上有一些专门做媒体的叫新媒体，好，有时候他们的这个 power 比较大的时候，哦，你不容易出问题， OK， 好，那我们寻找最好去寻找那些影片，比如说像这个影片，有没有？或者这个，好，那还有一点已经有人在分享的，哦，因为假如说那个小编他一好奇，他就想，哎，谁分享我东西就一次看，哇，上面是你的广告，那他就要想办法，哦，所以我们在挑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多思考一下。哦，这个有分享，有被分享过吗？对不对？我在找哪些有被多被分享的东西。哦，这边也许没有。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像我今天有看到一个像 GQ。那你就当作你是一般读者，你在分享这些东西就好了，就好了。OK，
这两次分享当然还不够多，我要找那种很啊，这201次分享，可惜它不是影片啊，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就搭它顺风车哦，免费支援嘛，哦，比如说我发到这个看有没有参加过类似像娱乐方面的这些社群，因为有时候你把一些广告的东西丢到一般的社群里面，你绝对会被人家指责兼职，可是当这种比如说名人啊这种东西他们很爱看，哦，那我们来讲，欸，那我们怎么样结合，既可以发展推广我们的8M8，又可以让很多人爱上你接的东西。好，那我今天要我想找一个是缤纷主题乐园，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好，也许是很多样化的主题。好，那我分享出去之后我就按前往社团待审，哦，他不让我接，那蛮麻烦的。好，那我再回来。好，没关系，那我就分享，虽然这不是最妥当的。好，分享，那我这边分享到，我应该这边应该有个咖啡社团，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要进入到别人一般人的那种社群里面，好。要不然这些都是广告群，其实效果越来越差，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进入到各个那种真正就真人在那边聊天的事情。 OK， 那这个可能可以，好，那我就前往社团。好，那这个就是我刚分享的，你要分享一个 GQ 的这个影片的最好啊，对啊，然后呢我来这边按一下编辑贴文，就把这个贴上去，所以我的广告跟他的这个麝香猫咖啡的这个影片就结合在一起。当大家看这影片看了6分钟，我们一直在上面一放，然后这边又有连结，他就立刻对，好，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今天呢我在讲，那网络上还有哪边有那么多广告，而且都是大媒体在做的，好，那其实他们也很希望有人帮他们分享，对啊，那我们就搭一搭顺风车嘛，因为我们叫自己拍这些东西出来也是不得了，对不对？好，商业周刊，好，就是大媒体，比如说，哎，直播，我看能不能？好，比如说我把这个直播转，看能不能转接出去。我早上试过，好像不能转接直播。假如说可以的话，好，那就这边好了。没有，哦，直播没有办法转分享。哦，直播得要整个拿连接去分享，对，没有用。好，或者你也可以找新闻。对啊，其实我们找新闻好了。有没有新闻的网站？
好，比如说东森新闻，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嘛，那我就把它分享，分享到哪里？对吧？吃喝玩乐大家最爱的。好像这个哦，农业新乐园，像这种地方，你假如说平常贴一些广告，他们一定要把你赶走。可是呢，我们贴这个，他们就会喜欢。然后呢，我们就把这样的我们的讯息摆上去。OK， 大概就是这样子做。哦，你每天就花一些时间，然后分享一些今天的新闻好了，我相信会非常多人看。好，尤其什么样的新闻，八卦新闻、美食新闻，这种东西非常多人看。好，那些还有也有很多很好的新闻，尽量找好新闻了。对，这个社会上需要好的资讯。好，那我今天示范的这个方法，大家可以多做变化，不要跟这个一模一样。哦，你的文字你稍微改一下，改成你自己的。然后我建议大家用短网址，因为你用长网址看起来异常自然会乱。哦，我们尽量让我们版面清晰，这样子大家点进去的机会就大。OK， 好，那这样子一个模式多做，好，多练习，好，你就会越来越厉害，然后你就会找出更多更好的方法。OK， 好，那今天我的部分啊，这个 Facebook 跟 Line App 结合运作，然后运用 Facebook 上面免费的资源来搭顺风车，一起来，反正它被散播到哪边，我们就广告就跟到哪里。好，我们来这样一起共好。好，那我今天我的分享到这边，好，那好吗？好。对，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Gino，那我们下次见。